心有清啊，这点灵气，这是予咱清灵顺母。咱伊原体，母娘爱咱有顺伊的心，向咱灵魂证明，是咱观天的使命。咱拢是兑现，导咱这条灵的清气啊，是咱顺着无形这个天理，我爱运用正法的心，这是咱清净的灵性，安住着咱这条本性。上天伊的灵气现伫咱即马即个心内底，我爱是家己的本性，回报啊！这是照义，因为这是通灵这个法界的基础。我用着这条上界清气想的心，啊，这再来讲着灵，这么稳的灵气，因为咱人爱净化，去掉这些不平衡的。无好才会有果，这种是通天的本性，爱咱净甲原来这个出神啊，是上苍这个灵气，我爱是对着现主持啊，这是咱通灵的灵性，因为通灵伊是无设定的，吼、哦。无，咱现主是要讲啥？这是临时降伫咱遮，哦，要教咱灵魂这种巧气，就是这种感觉感应。你临场啊，会当照你即马所有接到这个信息，安尼发生。这是要讲到咱人这心内底，你这个元神啊出现。在咱即个当场啊，这个能量场，照着源头，这个灵气，我爱请用的，是本来这个无形神，这是咱回入来的灵性，个人养性，是咱恢复清净这个天理，走出着原来。咱以上苍这条灵性倒转来源头，咱的本性发射着灵魂这种灵性，来到咱即马当世，就是咱即马这个道场。我以清净来讲着开心，不应该爱咱照着先天的灵性，活伫咱即马出现。咱咧讲诶道理，即种道场中，即是咱恢复清净诶天。来讲着缘，即卖咱要讲诶是先天诶本性，倒转来清净咱诶元神。即一点点啊，都拢无假，因为即是临场阴阳。所生，这才是咱咧讲的通天法界。要来讲到灵元灵气，是有真稳这个天性。咱才知影讲，咱的身躯有阴阳这种力。所以讲，我要照着先天的阴阳两气，来使用着我即马这个阴阳的精髓。恢复通灵，这个灵性，这拢是咱的法水、法物，是咱要将着这个法来生。咱才有这么啊顺的灵性，恢复着咱的净水、甘露水，这是咱通灵这个脑神，化用着咱的法界，恢复通天这条灵性，这是咱。这点灵气，咱爱行的是一种，伫我会当用到上界运动的、上界适合的，
这才是我讲通回来咱的天性。在咱即马这个瞬间，咱只有照着实际来讲出着咱这条灵伊的本性。活在咱即马这个空中的清净，这是照咱灵魂的灵性，直印你即马这个心意，来打破着你灵这么啊顺的天。是咱要有这种个性，咱再来讲显露咱的灵性，行出着天法，这尊心明，是咱以正法这个灵气来到无形，无形就是咱的天空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，就是叫灵天的灵性，法界咱的天神。在咱兑现这个灵气，我的脑神是清楚的，无别个来甲我附的，无别个来甲我拦的，因为这是我家己献着我家己这条元神，顺着天意，是咱在世搁复原位，搁复元神元体，这才是咱顺家。的灵性，世间要净化，安尼在我都净到家己的心内底，教化咱现主时的德性品质，拢是安住这点灵性，来到着通灵，有咱源头这点灵气，你都有这点灵清净的性。这是咱带有原来这个天理清净，咱顺源这条真气，天元有路的灵性，现咱转的是本心，阿母啊有这呢啊清的灵性，这是咱现路有稳的天元，咱再来讲净顺着本性。这条元气啊，是咱行清净这条天意派的啊，咱这条心稳定，是咱照着母娘啊，伊的圣旨，就是伊的命令，伊的吩咐。我今日走直径，我这条如来，这条元神，安尼现伫咱即马这里。空中恢复着咱这神，这是咱转的清净的。这个神呐、啊，才有这种这么的灵，让咱这个气直接流通。是咱要讲开源呐、啊，你无这个心门无开，你哪有这个心力啦、啊？活在正当时呀、啊，要显着咱个人的心性。是将着正法的天性，咱家杀出来，这个天性。今日咱要讲的是太极，咱上界自在，现咱会当清净这个脑神，归着命理，归着先天，咱这条元性的真，是咱要了解。一个人心嘛，你会当增加完整的元神元体，这么自在。先天拢是平等的，咱只有讲这个道本自然，咱的灵本来就这么自在啊，也无什么污染啊，也无什么好歹啊。这是咱讲的度化咱的灵性心呐、啊。这么清净，今日我这个文字就是我要讲话，我把事先就立在这，这叫做不立文字，佛法是不立文字呀。所以讲我爱是现况的，咱的先天发性，这心明啊，助我这个心的灵感，产生到这个大自然的气场。我才有今仔日
好流浪、流量这个精神，这就是我个人的体会，嘛是我的灵感，这个气场转接到天元，咱的母仪，这就是咱清净这点灵性，你唔免经过什么人来甲你扶持，来甲你牵引。这才是咱上界自在啊，心灵啊，的本灵啊。今日拢要回归原本，就是咱的根源。啊，这才是咱讲的清清楚楚，寄伫咱这个心内底。原来啊，迄本无破，就无经。这是通咱的脑神。你再过一次，因为咱拢一次一次嘛，一顶一顶嘛，一句一句，这就是要来讲到灵源的灵性，恢复咱的本源神。本来咱拢是咧模拟尔尔，模拟就是一摆一摆去甲理清，去甲考验。今日要讲的是将近，咱即马以后要倒转来。这个原位啊，因为这是人嘛，人啊，佮你现主持的心咧支配啊，会需要嘛。等下咱这个若清醒的时阵，咱若涅槃的时阵，这个身躯唔免食的时阵，咱就当出窍啊。这个心就倒转来，咱现主持咧讲的，这个虚空啊，啊，这则是咱转到咱的空寂。咱的寂灭寂静，寂就是咱即马灭伫遮，静伫遮，啊，这就是咱化，在世间拢是一直化，咱身躯打生出来一直化，化咱的生老病死，这是自然的规律啦，定律啦。是我爱以清净这个天，无形界伊要讲的是心，心啊，这个明镜，心伊永远是少年的，未老，因为伊无形体也袂能老，只是会晓想念尔。啊，你即马会感应有无？要互伊复原，咱迄个天真、赤子心，无好无歹的心啊。这才是咱讲出着灵伊的顺义，一世人啊，咱要讲的通灵最基，无形啊，伊爱咱每一个人拢会看、会听、会讲，有这种触感，知影甲你现主时心内底即个完整、即个灵足。这是咱用形容，但是咱要搁加入，你现主是这个气流转到你的脑神经，这是通咱在世间，咱用着这个气流回到咱即马这个声音，大家现主是咱咧讲的良性，这种文句、文章、灵语，咱咧讲的普通话。是咱顺着这条灵源的灵气，咱个人要行的是通，通就免你拍算，免你注意啊。这是先天的来了，所以今日咱要燃烧，就是咱现主时的正能量，烧伫咱即马这个气，这么温和，这么平静，是咱用着这条清澈的天性。因为今天我要讲的，我一定要心先知影，再用着这个气来传着咱现主协音团。上苍是正觉界，现咱万事心自在，是咱得通这个灵性。今天修行，咱的心灵若知影，你才有法度宽化别人。
引导别人，这是上个基本的。有诶，家己未稳定，啊，着要共改坐啊，吼，啊，着要讲共砍啊，有无？哦，砍到你诶灵会知有无？修行毋免急啦，这个天呀，伊嘛免讲你遮尔紧张啦，因为天有诶是时间嘛，伊要测验咱人诶心。切望咱人啊，你所有的思想，只是安尼来讲较紧啦，无啥物人捌唔捌啦。本来咱先天这个质拢共啊，你嘛无啥物特别啦，无啥物特殊啊。是咱用着这条天元的灵性，爱咱转甲集中，这个天意啊，是咱恢复青天的灵气。咱行的，这是兑现的心，这是咱回到天元这点性，爱咱转的现的情，上苍伊的本性，爱咱对甲这样稳的天性，咱爱有现世的天，是你行回先天的本性，咱爱回到这样安静。咱有这条无形，这条灵性，咱再来讲回报清咱的心，是咱以灵元这点气，爱咱转的顺报这尊神。咱有照母娘的这个圣意来演，你这个心嘛，会当讲单纯，因咱今仔有看的，八百盘多花。咱国关也有，咱中部嘛有，今仔日咱新山嘛有，所以你会当看遐演者，你会当看因的动作，哦，有真侪外场的嘛，表演伫外口演技的嘛，比来比去的嘛，有真侪音团的嘛，有真侪用唱的嘛，有真侪用写用画的嘛，各有职事无同啦。但是咱要看是内白，毋是心外口迄种发扬。上介好的是内外相欠啦，先天的质也好有无，后天呐佫修啊好，安尼来结合啦，安尼咱才有一个小结束、小结合，是咱这条青天的本性，咱去遐拢是咧演。演出着你即马即个能量，你所有的技巧，这个技巧当然是好的。人你若无演，你若无安尼以假成真呐，你永远无了解啊，无法度探讨。咱的灵会出窍，会爬起头壳顶，接触到这，咱的灵脉，就是咱这祖源。这是咱天元的灵性，爱咱顺着通灵安静，是咱一点灵元的灵气，转伫咱这里温和的心理，真发这个灵性，爱咱定一条这尊心命，这是咱对着天元的灵气，爱咱回出清净的心。今日是爱咱家己的心良知，这才是永远的。你咧讲，即马咱所有的庙事，政府都咧讲停起来有无？当然啦，接受的较少啊。但是咱咪当分配啊，前后拢会当去啦。要拜拜有无？无你嘛拢欢喜，免急在一时。咱何必嘛一局啊？这就是咱转着青天这点性啊，现咱顺家这尊神明，今日是要会晓咱家己，母娘来甲咱看，母娘来甲咱教化，来甲咱育灵。但是咱袂永远拢靠母娘啊！囡仔你来行会走，你就家己爱独立啊！你们常常人看啊，常常人给你吃啊。
是咱要来讲到这点灵气，先天就是这个空，就是你这个良知啊，无受到后天的进入。啊，后天当然啦，咱有一回，甲我即马都六七啊，当然这个经验有啊嘛。是咱即要判断，咱六十七岁当中要看，看这个物质，看咱人的心，看所有的日常生活，看咱即马的春夏秋冬的生长甲秋长，你看甲一清二楚嘛。现此时，所有的这古文拢翻白话，过去用官这凡人更生人。即马你片啊拢会当看，过去的歹人头，你即马片啊嘛会当看，拢有心不得已啦。是咱要好好啊做，迄只是咧甲咱引先往两条路咧。今仔日咱卖讲善啦，咱行伫善恶当中，啊，咱才有今仔日这个好机会。行出到咱的正心，行出到咱的真意，回我们的先乡老家。这是咱会当照到咱现况的，个人会当调整的，咱这个心。今仔日咱这个心有负担，有负责，有担任，有咱即马爱做的，咱的工课。啊，看你是真正要照安尼做无？有诶讲毋免，毋免你失去好机会啦。十外年前，有人讲：“哎呦，老教你毋免安尼讲啊。”但是我就是讲，即款好机会，我若无安尼讲有无？我都无法补我家己过去诶缺失啦。神是要真正互你补过去咱所有。欠人遐运啦，遐福报啦。你即个福德性，你个本钱若补圆个时阵有无？你才开始布圆、开花、结果成啊。是咱要将着即个因果，提倒转啊，咱原来迄个清净个本性啊，就是天性。这是咱要讲到灵源的灵性，因果就是咧讲，咱即马做人，伫遮咧讲的，遮伦理、遮规矩，你莫去犯戒。即马咱即个果，伫说即个咱即个塔壳啊，即个心灵、即个脑气，你会当对着咱的源一直精起来啊。所以讲，咱来讲到遮，拢讲空的话啊，拢讲你现主时领到这种指令了呢。这就是要教咱人捌啦，咱人当时爱看老热啦。吼、哦，你讲到叮叮当当有无？但是内底你却不知道啊。啊，那真正冷清的人有无？清澈的人有无？嗯。啊，这就是你咧乱跳乱下尔尔，无成曲啊，无成一条歌啊，无成一个曲啊。这就是咱要讲的，咱真正知，彻底搁知，知搁知，当唔知，当作唔知，唔是真正唔知哦。是咱有这条现主实灵性，咱来讲到清净这个本性。你若讲有诶，十几年啊，伫外口咧演诶，毋是正机会喎，伊就跪落啊。所以讲伊真个是迷迷茫茫啊。是咱来讲到即点灵气啊，转伫咱遮尔稳诶天性啊。虽然是一个剧咧表演啦，但是你也有看讲真正诶摆剧无，真正诶来意无。你要演什么角色？迄当然是真诶啊！安怎讲？人生敢是一出戏嘛？
你什么角色，你时阵都爱演。平常时就免安尼啊，无真诶，你是咧鬼使。所以讲，是咱伊这条灵源诶灵气，今日风中大白出门啊，因为咱是天山原来老母出门啊，啊人对方无形界咧甲咱咧甲咱接驾，啊你看咱是老母诶囝有无？爱尊敬对方，迄长辈是这个意义啦。是咱有这条清澈的天性。今仔我咧讲的智慧者，你的脑神呐，要做啥？你首先你着爱知影，因为是有形的例子。是咱恢复天元这点气，来到清净，咱的天命。是咱原来现实性，是咱转到先天性，真理的灵性。现咱转的是天命，咱有顺加这条灵气，落伫这么稳的天心。母娘啊，伊是光明公正的心。咧讲就是咱这修行者的弱点、缺点。希望大家会当改善，希望大家会当阁进一步来较精进，这就是彻底咱的心嘛，洗着你现住时这迷，这垃圾污垢，照着这点灵性啊，要甲你掀开，你即马这个心伊会自在，上苍安住天法界。落了青天转神，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，拍开咱瞬间这条心神，这是咱在世照着咱母意，要清着咱现主时的心，是咱要找原来这条正直、这条健全的心，这爱伊。清净的天理，每一天来甲咱扶持，来甲咱精神，这拢是咱出境。今日有这粒心嘛，你就有这个好环境、好资料、好情绪、好心情，真喜爱咱现主时，即嘛这个灵修的世界，这就是你活的。你会当受到正统的这种道念、道力来给你加持、来给你补偿。显露是天法性，显露啊，则是天命。今日做起，兄弟姊妹心拢袂当事先承担。当然啊，咱有一个旨意嘛，家己有一个心。会指派嘛，哦，会，你即马即个固定嘛，咱要去倒位啊？但是接到神的时阵呐，你心拢是静盘，因为这是要咱要规盘拢甲现出来，因为每一宫地拢有神伫遐立任，有神伫遐坐位，有伊的区域的宽细宽哩。这就是咱爱做的，每一个山头，一灵啊，这个气若无流通啊，这个灵脉也会走进去，很打脸去。咱人啊，若无这个水啊，你就无这个元气，你这个灵脉也会就打脸去啊。树啊嘛同款，鱼啊若无水啊，就免讲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是咱顺着。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讲应法，这个先天神，咱过去要去玉井孤单遐接收，咱有先为大声去，啊，这个文良啊，讲说伊要去南哥遐，哦，先去遐看看咧，啊，南哥边啊有饲一窟猪，啊，迄个鲤鱼叫走出来有无？啊，有几个伫外口去看到有无？将我家迄个鲤鱼。搁家捧入个这猪仔有无？
爱你鱼是真贵啊。我说讲，安尼啦，就安尼是死去有无？失去有无？啊，难过就大损失啦。欠一点蛋尔尔啦。鱼啊，伊若无水，白跳起来有无？伊就是敢若像讲去拄到迄个好机会真少啦。敢若像青面鸟去拄到死鸟翅有无？迄个机会是真少啦。咱若做讲救死一生啦。啊，今仔日咱就是这个机会啊！咱是你伫啊声声戆戆有无？一生都要完啊！好咧，甲在母娘，伊看会着啊！这个戆囝无，伫遮要失救的时阵啊！所以讲，咱有这个好机会，对着咱无命母娘，甲咱救起来。今仔日搁活咧，还搁正常。你袂欠点嘛，所以讲，迄时阵我读工嘛，无讲真顺时啦。但是我都一直练啊，搁练落去，敢若亲像即嘛有无？元神元气搁寄会来啊。所以讲，天下间啊，新鲜是人去做个啊，只惊咱人心不坚啊，是咱有即条。灵源的灵气，今仔日恁要做啥？有开始呀，恁都要继续。这才是你真正这个心想。你要知影，咱现主是这条路，要安怎做，要安怎行，你才会当来到宗旨宗本，咱的真源。你若无安尼练，你若无安尼苦。你这个痛苦袂顺啦，苦袂起来啦。人拢欠苦尔尔，痛嘛欠苦啊。是咱一点灵源灵性，要来讲到清净，咱的天灵，有咱一点灵源性，强敌啊，拢是自信满满，就敢像讲。咱即马腹肚，大家拢饱饱啦，头脑拢饱饱啦，无爱搁白江水来淋啦。但是白江水来淋，你浸头较袂习惯，淋了啊，你着知影白江水有无，拢有伊个力啦。你看人瀑布有无，人嘛看你雾雾啦。但是瀑布慢慢慢慢啊，伊嘛一波涛啦，草啊枝会惊倒人啊。迄拢是力啦，迄拢是咱要招的这种力量。要倒转来源头，咱会欠失一点啊，要助咱倒转来这个智慧啊，是灵魂的灵性啦。最头的人啊，你一定要真积极。今日拢上届无，今仔拢40多、50多嘛。哦，昨个昨日这个就输这个啦。虽然伊是算讲做了较好啦，哦，因为伊个家内底较好啦。但是你着知影讲，如果这个若真正生活较好无，咱修养个品质啦，拢会比较较薄嘛。啊，这是正常个啊。但是你莫伤娇态嘛。我定讲千哥是真正，伊真正所有个啊。家己收会着，这就是咱会经过的啦。一个人你有艰苦过，你才抓会着。现主时啊，你要行的这种进步啦。我若无无，大家若准讲拄着艰苦，即马向阳有一条做善，还是讲怀财有无？大家心拢变卦嘛，但是搁收会着啊，细细啊来做。先输，唔惊细条啦。啊，若学歹吼，惊细条啦。小赚的嘛，这就是咱显露青天的灵气。咱人目睭金箍箍拢咧看，这个人要生做什么模样？啊，这就是咱的老师啊，咱的版本。
人到久，你就知影伊的心性啊嘛。现咱青天有路定，咱爱顺甲遮尼天性啊。今咱只有照母娘的宗旨，咱才会当讲天顶天上皆无。这就是咱要讲的过程啦。一粒心你若无疑猜，你若无固执，你就落转来。咱现主是这个心公平，是咱照着现主是的灵性啦。啊，但是咱要搁加清咱的脑神啦。现主是咱抓到的这种信号啊，这种信物啦、啊。是元天的灵性，咱转的是这么啊清净。咱常咧讲，基础一定要有这个基础。你基础若无好无，地基若无好无，地灵讲袂成，带袂掉啦。这就是咱要讲的，度咱这条灵性。每一个人这个心就是个性，是咱元素这点灵气。要来转到咱今麦这个脑神，咱逐天伫这个炼丹呐。但是咱所有讲的来的信息啊，咱每一个拢无同。但是母牛是啥？要甲咱补，补咱较早会弊病，毛病就丢啦。你慢慢啊调整啊，你这条灵神呐、啊，会对半小时的。变起现主时，这个活神的力，所以讲这是机会啦。神修行是渐渐啊来，暗暗啊来啦。是咱暗中要来讲到咱这条灵，心要改，敢那亡羊补牢嘞。今仔日你这个羊啊看见，还是讲你做无够？你会当过来啊，甲这个羊仔料，佮做好，羊仔才袂走出来看见。你做无好，再过来改善，再过来弥补，还袂暗，但是爱缩缩。若无年久月深有无？啊，这就一直流失去啊，一直损失去啊，一直亏本啊。是咱这条灵，你现主时就知影讲袂清。安尼，你就爱逐天阁加强来练啊！尤其是你做一粒头，头人，你只个头人，人若无信你，啊，就你家己一个尔尔，吼、哦，官人有无？吼、哦，国王有无？有君也无神啊，莫阁讲兵将啊！是咱以这条清楚的灵性，咱爱转的是天命。今日老母就是君啊，灵宝君啊。啊，咱有老母这个囝就是神啊。啊，咱有这所有的成员啊。当然啦，有照老母这个指示有无？咱行这世人，咱这个你会头啊，你会捌你啊，捌你才袂亲像讲下狗羊啊咧食草屁啊，敢若亲像花香无？伊毋去行功立德有无？啊，都要入去地府啊有无？伊还佫毋讲话啊！所以讲，咱每一个人都是爱去做善事，行功立德就是爱亲身去做，或者德行，达到咱现主是的本体、本质，是咱有顺着这条灵性。要好好啊来讲到正法，正法是正神咧行的这本经，所以咱爱是正经，上苍的灵性，现咱顺家这条天灵，今天灵是伫倒，伫咱即马这个脑中，对着咱鼻孔看起来，这个大耳孔。因为是咱的气功，咱今仔日气就是咱只要咧喘气，这个气功。所以讲用咱鼻腔憋起来、吸起来，
这才是标准。因为咱平江有两空，咱要行的是中央这个好空的，是咱以一点能源的灵气。咱的七孔、目睭嘛两空，耳啊嘛两空，鼻啊嘛两空，只有嘴一空的呢。但嘴一空，内底伊的泥巴，伊为的就是嘴齿，来就是嘴唇。来有的查甫的，就是咱今麦咧讲的嘴唇。你爱讲话啊，三思而后行啊。这三个，你拢是有教啊，你这个话啊，才会当直接讲出来。所以讲通灵的人，代表心智的人，你讲话是毋是爱小心翼翼？这就是咱要了解神啊，伊的庄严，受人尊重，受人敬佩，这才是讲佩服。真理是天发界，现咱转的啊，是顺理来。一个头壳啊，伫只叮当有无？我今日要来做善，做善有无？是咱咧照着无形这个圣意啦。啊！你家己的力量无够啦，心啊，对无形的，伊若这个圣意有无？伊会去靠一寡，伊所谓灵脉来主持啦，来共同有无？来合盘有无？来做这个工课啦。啊！若你个人发声有无？就你一两个人尔，一两个你要做什么工课？咱讲的公盘是一个。国了是一个社会呢，不是单单呢，你一个家都无够啊，家嘛有几啊个来生一家啊，是咱用安尼来讲有无？咱才会当行到理想化啦，你才做会到啊，你才会当抬着抬改持有无？气持啊，你现主是个人的念头啦，爱就是净化。把这些坏习性要给它改掉啊！啊，如果咱惊灵的，啊，若搁有这复杂人有无？无正规的人有无？啊，永远搁伫只乱掺有无？迷信甲正信，都拢搁难做伙啊！是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，咱也是行清净，清净是咱家己心内底呢。啊！咱平常时大家做伙有无？咱有照着这个公平心，你有想要补你过去的债务？再来讲，有真济人看到王水神咧来有无？一直要来，好，都通灵，我要安怎来甲补有无？要安怎甲救？我讲唔免啦。咱过去有无？那阮过去那六月二日有无？拢牵牛遐会送。酒啦，送汽水啦，送麦仔酒啦，有无？啊，搁爱用的物件，爱煮的物件，先写咧啦，啊，先送来有无？通灵的都是先安尼啊。啊，我这个我会通有无？啊，就先甲你做有无？啊，你写咧阿妈，你若有钱有无？收当，啊，过去你要种香用，啊是讲你有切啊好挑有无？啊是讲种菜好卖有无？再去甲牵牛算账有无？啊！你看到何物苦，放屁免你搁痛苦啦。是咱起码知影这个道理啊！你先天啊，带这条罪啊，你这世人若无行啊，你回不了家啦。唔再讲修行的有无？伊要安乐死，但是一挂读册人伊要安乐死啊！安乐死，你落去甲地府有无？你艰苦啦，你咧破病无人去甲你顾啦，因为时阵还未到嘛。唔再讲，大家咧等清算有无？盖棺论定有无？自然死的有无？啊，咱人若将啊去就好啊，唔免阁救啦。啊，救你若变植物人有无？都罪愈重啦。啊嘛，免借别人的物件。哦，器官伫遐有无？都要摕别人买别人的有无？
莫共攀罪啦，迄毋是咧熬啦，迄是咧磨，佫更加磨啦。是咱有即条正法的灵性，咱人伫即马活灵灵。你即个公盘公事毋做，你毋兴功立德，啊，就敢若亲像迄个下狗和尚啊，下狗羊啊，食臭屁毋知影滋味啊。是母娘啊，要教恁真正的清醒。母娘啊，伊要甲我调理，要甲我调整我即粒脑袋瓜。啊，这才是共业啊，共同啊，咱要复原啊，这个真仙啊，是一点青天的灵气啦。有诶讲啊，我要去来甲文良啊，我看文良安尼，我再要来甲文良啊烧经。我讲唔免啦，过去我嘛为青面牛啦，牵到北京，落去台了几啊摆，我嘛是搁牛啦，食草诶嘛。但是，都完成这个数六十岁。完成七十二天，我知影在这条路啊，母娘才让我慢慢清楚啊。所以人啊，你要了解到这条道路天性啊，人讲有讲天堂路啊，有讲叫做天路啊。这条路你看偌高亢，要唱这条歌的人真少嘛，会晓唱的真多，要唱甲好听有声音的，鲜少啦。甚少啦，迄个新鲜有无？迄个甚啦，就讲足少足少极少啦。啊，咱就是要学迄个啊，要学伊成啊，成绩、成就有无？成咱的本分啦、啊。这才是咱讲的通天灵性，一世人咱要讲的天元本意啊。天来有路，正天过，开元转嫁。上天道，无形安住圣天地呀、啊，转眼归元先天气呀、啊。今咱爱是这个气场，平常时你所有看的，只有照入来尔尔，一时啊，我唔知讲真诶啊，是足久长诶，照诶，这个假诶是输入来尔尔。但是你若无甲这个品质，真诶落来甲你扶持。都无五秒、三十秒无，真诶，就一直退啊！哇，你即个假体伫遐熬啊，讲未出着迄个成品啦、啊，迄、那个成真啦、啊，正款就是安尼啊。相对性要来甲绝对性有无？这是差真远呢。是咱原来这个灵气，咱要行诶是清净，咱这条心现然有路。天法界，因咱清气上天来，无形转嫁咱的灵性，导咱一条正天本性。好啊！
はいなら、おあいえれいで、おあいえれい、おえれい、おえれほ。はいなら、おあいえれい、おあ。はいなら、おあいえれいで、おあいえ、おえ、あいえ、おえれい、おえいで、おあいやら、あおおあ、あおあおあ、おあおあへ。はいなえ、おえ、おいえ、おいえれい、おえれいで、お、はいなら、おあいえ、